三二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口水。我们今天邀请蜘蛛。耶，刚好在那边躲家了。请求集合。因为我在开始录影，我不想再自我介绍一次。大笨鸟，马屌。爱丽丝能打野吗？哈哈，枪头。最美好的生命终究还是会走向凋零。花花草草哦，高飞啊，打你脸！再见，打不到。神操作漂亮，神操作漂亮。请求支援，请求打野支援，请求打野打野打野支援。克里希来支援呐、啊，没打野我傻眼。我的那影帝，靠呗！是人人啊！妈打打彪彪彪彪！好呗，神操作漂亮，神操作漂亮，好呗，可惜打得可惜，回防高地呀、啊，好嘞，放啦，好啊，举报他啦，旁边头一次看到爱丽丝打野。不要越过界啦！飞飞真高啊！哎，买到了，买到了！什么东西？最好的辅助竟然是皮皮耶！排位弄他，别别别别，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！来呀来呀来，旁边。说你好。哎呀！杀！太强了、啊！哈哈，在你家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啊，死啦，怕兵啊！可能怕兵啊！我通常都只会为了队友才会开防御盾。对啊，开防御盾动不了，动不了，死了。死了都要啊！会版权，会版权。又可以跟你啊，没打到！不要越过界啊，你怕你呢？死了！不要再唱了。来来来来来来。我是不会剪掉啊！快跑快跑！没打到我的发，走！靠背靠背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不要越过界啦，一般呢。会不会气人？暴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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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越过界！靠背我死了！
好的身体免不了走向凋零。哎呀，你撵走了！不要唱啦，等下死了要收版权，真的是很可恶哎！拜！三二一，耶，赢了！对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蝴蝶英文的话，该订我的频道，不然我会拍拖。那天我看歌也可以剪掉啊，但是我没有付版权的。这是在唱啥？是不是很出名啊？等，克里尼唱这歌有版权的。他唱什么？他刚唱的歌有版权。他刚才唱什么啊？他刚才唱什么什么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啊。好，没关系啊。啊靠呗！我的领地，不要过来！走了。不敢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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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回去，来，我先回去，你过来，我先回去啦！不要打我了啦！那场我要当个长头仔。来来来，来啦来啦！不要越过去。我给你先冲，我给你先冲。不用了，你先，你先。不要给我回去！天哪，天哪！可是拿了一杀的人呢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? 来！没打到科科。对，我没打到科科。啊！来呀！你来！你来！别闹！你来！你来！请求支援！啊！啊，不知道怎么这些都死你，刀削面，小心点，不要踩到稻草哦。刀削面，没关系，那我就会剪掉，不用担心。我不会剪的。我就会直接上字幕说刀削面，刀削面。对啊，我差不多都下午3点才吃。大家再见。你开那个吧。不要用。死了。输了，大家再见，请记得举手。投降嘞，不用投降就好了啦。来呀，继续投。OK， 然后我第一句话可以帮我点个赞或者点个赞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